大家好，我是索尼互动娱乐的江口达雄，非常开心在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有一个好消息与给大家分享。我们即将推出 PlayStation 5原神启动套装，中国大陆市场将于1月20号开启预售，1月26号正式发售。本次的限定套装里包含最新上市的 PS5 轻薄版和原神启动套装兑换卡。在原神 4.4 版本上线后，玩家可以激活兑换卡里丰富的游戏内容。这是 PlayStation 联合米火游给用户的一份新春的惊喜。我们希望玩家们可以在新的一年，特别是春节里，在 PS5 的原神 4.4 版本上感受热闹的海灯节，同时还可以体验开放大世界新地块千余谷带来的全新游戏内容和体验。 PlayStation 作为米哈游的全球合作伙伴，从2019年6月份发布原神 PS4 版本到现在原神 PS5 版本3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的原神玩家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原神 PS5 版本充分发挥了PS5 主机特性，拥有超快的加载速度，还有先进的 GeoSense 手柄游戏体验，为原神玩家打造了一个精彩流畅的前进游戏世界。之外，我们也将与米哈游继续合作，在未来希望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的市场联动合作，例如主办线下活动或是开发定制的 GeoSense 等等PlayStation 硬件周边产品，这些想法都正在准备中，敬请期待。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对 PlayStation 一直以来的支持，提前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假期里，PS5 启动，原神启动。